Hi, I'm contestant number 10, Rose Zhang, 张莹莹，今年21岁，来自纽约，目前就读于纽约电影学院影视表演专业。我出生在康州，在北京长大，在法国巴黎上了初中，17岁再次回到纽约。我希望这次选美是一个表现和提升自己的机会。